两位上师法师支教，各位同仁大家午安。我是莲花一音，从莲叶堂梅湾印尼。这是我在工作的萨斯米基萨斯米尼亚的，然后也是在居住几年中，在你们关心在你们南区湾区。你放假看我啊，我来给你聊聊。所以我几乎就是都是在去的杂货店咯。就是你放假看你买点物件，逛多咯，我该来参加公司咯。这样去社区来公司买去咯。要你社区我来参加公司，社区讲诶，其实嘞，这边可以加个杂货店咯。就是社区可不乱说，来就是社区在地区有那些咯。就是社区看的小水工在放假看的杂货，也包的多些咯。你那好就去查了做，如果查了讲，哇，你过去多少查无假个啊？你那好就是要叫查假咯，阿爸拉去嘛，伊就不卡叫查假个，还要开个事情讲给每天假就是查无个嘛。你那上班嘛，起码去社区那讲社区讲骗话咯，社区讲骗话个人不是受不了去咯。你伊拉合计个开会咯，开会啦，不过暂时爱不过暂时干做慢咯。这些嘛，刚看到讲，第三样是去加班去考试咯，刚刚考试是属于法师咯。第二样讲，你买票的讲，这次的讲了，你加班个人查无，就你收入不查就是查无嘞。你嘛刚看到无话好讲咯。第二一个是咩？是说真的来，第三嘛刚看你办可以办票咯。你讲，你讲。哦，伊讲，若是食侪做好事，如伊食侪好菜，不食上会惭愧。其实这个囡仔是无菩萨好路的咯，这个囡仔是大无惊，是大无惊。咱个一个月后，你搁再来照咯。就你家己早起时，这个妈妈汤就可以自家己煲家买食咯。要求人讲，求个求个一个月后，你搁再照，那是个真正是查某爱靠个未白个咯。你啲嘅都俾後日時，你攔嗰個去照，把照行是白貨咯。你根本冇啥膽照嗰時嘅冇事就係咁咯。你啲嘅冇故事，整個只可以白係用解講。即係你嗱咧是第二三代嚟，古拉巴嘅火車咯，是嘅第二三代嚟嘅話嚟咯，一直是普通嘅你嗱咯。來我好可以，但係即係你嗱是照你咯。你嘅你嗱出事時咧，嘅話乜唔發，整個只談話咯。就是我大多数人啊吼，伊起码不免蛮多心机在诈骗啊。我主要搞了三多心的时间，我不喜欢光阴时间，然后我大概查无过咯。今日在诈骗，我又无搞，然后又加个三个大波，不猜我是不是要连续上车咯吼？连续上车去猜我咯。伊讲我学佛教，第一个是买考试咯，考试是属于诈骗咯，所以就加无赚钱咯。伊讲要紧，查某囝要紧，囡仔平安健康，伊讲。诶，所以当初甲我讲，还是你免查某囝去求进门求生存咯。就你解决一下感受，伊了咧逐渐就上次甲我讲安尼哦，真好，鼓励啊，感谢你就上次。所以各位同学，你生存的菜来源啊，尽量第三上面大尽量往哪里就可以。这句话先让你们来读完，干完你才来读。下期来才来读，好让大家看，是白望心也亏。来望各位同门白白驾车，这车是尊的车，我让各位是车尊车，别来看，我让各位在三号朋友、三号亲戚来看，对伊人好，对我人家己不好。OK， 谢谢阿弥陀佛。